他要进来里面等一个披萨、喔不是吧，不是吧？还是说我们要拿球棒把他打扁？不然怎么可能20秒赶得出一个披萨、啊？打他不对，哇、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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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为什么？不是首领时间？护士长？这是什么概念啊？这个？马拉克，为什么我又被抓了？怎么感觉好像似曾相似啊 ？Flashback. End of flashback. 杀手猴的披萨店，我们是在这里吃披萨的吗？哦哦，看起来应该不是。等一下，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干嘛？Hello， 各位你们好，今天为你带来的是 P， Bears， 现在是我的时间，请先让我讲完好不好？今天为你带来的是 P， Bears， 现在是我的时间。哦，我觉得他好像有点不太对劲，等一下。总之各位，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呢叫做 Pizza Time with the Murder Monkey， 翻译成中文的话呢可以叫做和杀手猴的披萨时间。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就，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就，厨师猴，欢迎 Hauser 先生，我是厨师猴，我们很高兴你接受了这份工作。我没有接受好不好？我是被逼的。哈，真讽刺，我们都知道你现在是我们的奴隶。总之，欢迎来到我们制作美味披萨的披萨店。你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时间内做出披萨，然后送到客人的手上。哎呀 ，piece of pizza。假如你做错了什么，或者是你没有在时间内送出披萨，那些顾客会不高兴，他们还会让你知道他们的愤怒。哎呀，不会有那种事情的，好不好？不会有那种事情的。你的脑袋很小，所以我们需要修理它。什么意思啊？是的，没错，我们终于有教学官的经费了，跟我来。所以是说之前没有吗？厨房，哎、欸，呼，欢迎来到教学官。现在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制作披萨和如何防御敌人。What？ 防御敌人？我们现在在厨房，你之后会很常看见这里的，因为这是你主要的工作地点。哦，我知道。总之，我们需要帮你的脑袋升级一下。你知道怎么制作披萨吗？现实的话，我知道啦。不，你这个输家。我说我知道，所以让我来教你吧，跟着我。哎呦！拜托你说一下话好不好？这里你将会从这些五颜六色的瓶子里面取得配料，只需要点击它们，它们就会出来。这个哦，点它们啊、哦？为什么这个腊肠是装在这个瓶子里面？然后这什么？这个是酱料吗？啊？因此你会将这些配料加到你的披萨上面，让披萨成为真正的披萨。OK， 但这之前你需要一个面团。面团，这个就是面团。你会用这个做披萨 ？OK， 我想是时候你可以试着做出你的第一个披萨。拿起面团，然后放上配料。哦、OK，easy。啊，掉！哎，掉地上会爆炸，什么意思？我只是想说让它故意掉到地上一下而已呢。看这地板那么干净，糟糕，你的手上有个洞。这个如果再讲下去的话，可能会变地狱梗哦。当你拿起手上的东西时，请小心不要让它掉落。哦，了解了解。披萨不能在地上待太久，否则他们会爆炸。这不是披萨，这是地雷吧？OK， 把他们放过来这边来。哦哦，了解了解，做得好。但我们这样还没有完工，我们需要烤它。OK， 怎么烤？现在拿起来，然后跟着我来。来来来，哦，烤箱嘛，这个是烤箱。现在你必须打开它，接着把面团放进去里面，然后关上，接着它就会开始烘烤。五秒后，它就会烤好了。哦，五秒后，所以我们要先把披萨先放着，然后来开。等一下，是的，我们这台先进和高质量的烤箱是由 Malak 赞助的，感谢 Malak 赞助播出，所以照着我说的做。好啦好啦好啦，我们先把那个烤箱打开，然后把披萨放进来，哟，盖起来，哦，开烤喽 ，Yes， 很好，现在我们有美味的披萨了。现在把它拿出来放到左边的桌子上，好，没问题。
哎、欸欸欸，放到左边的桌子上，这里哦，这里，很好，你可以把它吃掉，如果你想的话啊，好吧，吃掉。嗯，好吃好吃，很美味，对吧？就跟你说，我们在这里做的披萨是最赞的披萨，这里没有其他的披萨店可以有同样等级的披萨哦，还真敢说啊！我记得欢乐帮想要跟我们竞争，但不到两天他们就破产了，真可怜。不到两天破产是怎样？也许这个就是他们报复我们的原因吧，这个稍后会详细介绍。好，但要是我们的厨房里面完全都没有面团，那该怎么办呢？好问题耶、欸！哦，这什么？这个机器可以制造面团，我们都称作它为机器。好，当厨房没有面团的时候，这台机器会制作面团，有时候它会产生一到两个面团，不要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当这台机器在制作面团时，它会发出机械声。当面团准备好后，它会将其排出。哦呦呦呦呦呦！哎、欸，妈妈咪呀，发生什么事情了？哦不，又来了！别担心，我会修好它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太多了吧！Oh my god， 好卡哦。OK， 现在修好了。哦呦 ！Oh my god！让我们忘了这个吧。还有记得，这家披萨店的品质是最好的，没有东西是坏掉的。OK OK， 全听你的，火老大。现在你已经知道如何正确的做披萨了，让我们来试一下吧。嗯，如果机器坏掉，然后点两下，哦，它就被修好了。外面怎样？哦，外面真的是那个餐厅诶，客人应该是会从我们前面这个门进来吧，我觉得。然后那边还有电梯，啊，到处都番茄酱。还有那个香蕉皮，那些饥饿的客人会来这个地方按铃，你必须赶在时间内做出披萨。如果你失败了，那些顾客会不高兴，还做出可怕的事情。他们会给我们零星的负评，那我们的名声就毁了。现在你的任务呢，是在没有我的帮助下帮客人做一个披萨。OK， 吓死人哦！这是你的第一个顾客，他的名字叫做 Bob。让我们来呗，只需要你按照你记得我跟你讲的那些提示去做就好。啊哈！三二一 ，Go！ 太快吧！面皮，然后那个酱料，这个 ，Yes， 在这里烤不行吗？不行，放进来，好，烤。怎么快？这边怎么那么快？好 ，OK， 拿起来，拿去，给他吗？给你。吼！做得好，你的脑袋已经正式从小脑变成了猴脑了，这是一种夸奖吗？现在，如果你已经知道如何制作披萨以及如何将披萨送给顾客，那么现在我将向你展示如何防御攻击你或者是披萨店的敌人。OK， 还要再学这个哦？因为我就单纯做披萨而已哎，现在卡到我哎。好，哪里？他说我们现在在后台了啊，我还没到啊，这么急干嘛？应该是这里吧？哦，对，没错，在这里你将会有武器，主要来讲是球棒。有时不满的怪物会攻击披萨店，他们的攻击方式都不太一样，你可以在那个菜单里面了解他们的攻击方式。哎呦，听起来好像蛮有趣的哎。还有什么需要我说的吗？只要把自己和披萨店顾好就好。因为讲认真的，我可不想等了好几年，就为了等到一个会去送死的奴隶。哦，这猴子虽然表面很讨厌这些奴隶，但是实际上呢，还是希望这个奴隶可以活得久一点啊。啊，我差点忘了一件事情。啊，什么事啊？这里，厕所，我们来厕所干嘛？厕所，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你有时候会来拜访这个地方，因为一件事，因为马拉克大人有时候会想杀了你。是的，啊？当马拉克攻击你的时候，你的眼睛里面会出现诡异的事情，你会感觉很糟。当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只需要赶快来厕所，把马桶打开，把他们从身上排出来，这样你就会感觉好些了。怎么听起来那么像是在拉？拉什么就不用我多说吧。我怕你们有些人还在吃饭，你知道吗？显然我们应该要尊重他的决定，但说实话，谁在乎呢？现在如果你已经知道了所有事，那就让我们来结束这个教学吧。终于结束了，这个教学有够久的，我天哪 ！Hello， 总之教学到此结束。我知道这对我来讲呢也很无聊，但在我离开还有你去后台睡觉之前，有些事情我需要告诉你。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员工，你有责任把每件事情都做对，直到他们给钱。
但如果你做错了什么，那些客人会立刻杀了你的。但你不必担心，因为呢，我们会把你复活。另外，迎接你的将会是一份被砍掉薪水和背后的那一把刀。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工作了。所以，所有的东西呢都要记好，精确并在时间内做出披萨。用披萨和球棒来守护披萨店，免于被敌人的攻击。去厕所以防马拉克的袭击。如果客人因为损坏而对产品不满，请说公司不对任何事情负责，然后怪给竞争对手。你说欢乐帮吗？难怪他们会破产。我猜这就是全部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妈妈咪呀！我要看的节目已经开播了。好的，我要走了，拜拜。太古，有什么问题？Welcome to your first series day. 你谁 ？It is time for you to release your learned skills from yesterday. Remember, make your pizza on time and get rid of the pizza evangelists. I think I have made myself clear. Also, don't think you can run away from this place. There is a camera in the kitchen, so we can watch your every move.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no cameras anywhere else, but there's nothing here for you to use outside of the kitchen anyway. You'll never escape this place.We're watching you. 那我就要跑啊，先走啊，走。哎，没办法直接离开。啊，好的，客人要来了吗？是谁？黄金看守者。OK， 要一份披萨。来哦，来哦，来哦。我们先拿饼皮，然后放过来这边，加料，加料。这里好像可以无限按的，我们先多按一点好了。好 ，OK。先开烤箱，全部打开，然后先放进来。好，时间，先多加一点这个，再烤一个好，以防万一。我之前玩汉堡店的游戏也是先多烤几个以防万一。来给你 ，yes， 现在1.01分哦，然后再来是谁？鸭子，鸭子 ，OK。鸭子还要再一个那个，来给你 ，OK， 这个机器坏掉，修一下。我需要面皮，要来厕所，要来厕所，拉屎拉屎，不是拉屎。排放掉，排放掉，太有趣了吧！这游戏，先多点点，先多点点，然后快啊，面皮，快点，快点，人家鸭子要抓我了啊！首领，什么首领？哦，小手车，我的披萨，给他们披萨吗？不是。那应该是拿球棒 K 他们，对不对？这个球棒，哎呀，好爽！我最喜欢做这种事情。在不洗手啊，上厕所不冲水啊，你这个机车小手。好，机器机器，我们需要披萨，这也快。OK， 那个是 Hungry。好，阿加莎，嗨，你好。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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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OK， 哎、欸，你谁啊？你要干嘛？他要进来里面等一个披萨、啊？不是吧，不是吧？还是说我们要拿球棒把他打扁？不然怎么可能20秒赶得出一个披萨、啊？打他不对，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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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为什么？不是吧？现在时间是1点，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跟 FNAF 一样，杀到早上6点吧？我觉得，好，快点，快点！饼皮，这是谁啊？首领，欢乐帮，哇，自我毁灭怎样？对，快点给我饼皮啊！你没有给我饼皮，我怎么做披萨 ？Come on， 机器给力点，快烤一个披萨！他们应该是只要一个披萨就好了吧 ？Oh no， 快没血了。来 ，Thank you。大家三个人哦，不是这个披萨饼皮不下来，我是要怎么那个？来，烤一下，可以再来一个吗 ？No。Thank you。来，圣佩妮，机器坏了，先来一个饼皮，快点，他把我们家拆了，你知道吗？2块油 ，OK。2块，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备份，这一块再烤一次，好。然后备份，可以让你多点点。然后先把它拿起来给那个 Penny， 我们快没了，我们快没了。哦，再来换 Hungry， 你不是才刚吃完？
好险，我们刚才已经烤好一块了。来这里，机器又坏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首领时间，护士长，这是什么概念啊？这个啊，我要怎么那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太呛了吧？这个，快点，饼皮，赶快下来。好，我们先沾个两块，然后先拿来烤。我们要怎么那个啊？是把披萨丢给他就 OK 了吗？可是如果我们直接放的话，好像距离会不够，所以应该是要丢吧？丢。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里丢。我丢不到他。哇！我丢不到护士长啊！不是吧？我这看守真很卑鄙耶，直接进来里面怎样啊？来，给你，给你，给你，不是，啊，不是吗？哇，厕所不管了。哎，时间到，这么快？啊，有点莫名其妙的感觉啊。所以说，那看守者是要给什么东西？我到现在还是不懂哎。想要再玩一遍吗？好，我觉得首领的种类可能不止这些，不然我们稍微再看一下还有哪些首领好了。A few minutes later， 又是副市长 ，OK， 来血死一下。重点是我要怎么把披萨丢过去他那一边啊，这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哎、欸。我在猜会不会是有什么按键可以丢，然后我没按到。滑鼠右键，哦，滑鼠右键可以丢啦。哦，了解了解，只是我没丢到而已。好，等一下哦，丢高一点，来。哦呦，对对对，三次没错。哎、欸，冷静啊。再一个 ，Yes， 我们能丢做这边很简单哎、欸。如果不是要我们自己瞄的话，这难度真的会降很多。这个，再一下哦。拜拜！啊，阿加莎，我要怎么？要干嘛？给他披萨吗？哇、哦！还是说我们先拿球棒打他、啊？哎、欸、哎、欸，他偷打我们嘞、欸！好啊好啊，来啊！哦呦，打他没错。等一下、哦，等一下，等一下啊、哦！好险你爸还没有来，不然我会死很惨。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原来如此，就这样而已哦。啊？熊妈妈也来？哎、欸，哎、欸，我们要干嘛？什么意思啊？熊妈妈有三滴血，我们是要一样做皮。我猜那个应该就是我们要避开那些小熊，然后来做披萨吧。我觉得应该就这样。OK， 那么它主画面这边的话呢，还有个商店，哦，是什么？这应该是拿来抽东西的吧？音乐、艺术、猴子的舞蹈，然后还有这个什么组合包？组合包的话呢，有怪物的造型，哇、哦，两万哦，还有这个 Bandy 的造型啊。说到 Bandy 呢，各位可以不用紧张，因为我们还在赶工当中。然后在 S Chart 这边的话，这个是你的个人的数据，画廊。自定化游戏，所以说不止这个场景，猴子的皮肤跟舞蹈、音乐，然后这个是制作人员名单，
嗯哼 ，OK， 那看起来的话呢，差不多就这样了啦。好的，各位，那么以上的话呢，就这一款游戏啦。那么这款游戏呢，我自己觉得真的不错，好玩，无聊的时候呢，拿来休闲一下真的不错。好的，各位，那么以上的话呢，就今天影片啦。那如果你喜欢，那也不妨可以帮这部影片按个 like 和订阅吧。好的，各位，那我 DK，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 ，Peace out。